天华超净历季一季度净利同比预增 892% 至 995%， 天华超净历季一季度净利润 14.5 亿元负16亿元，同比增长 892% 至 995%。 报告期内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，下游客户对锂电材料的需求强劲，子公司宜宾市天宜锂业科创有限公司的锂电材料业务利润大幅增长，百川畅银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申请或深交所受理。